资产的数字化是随着电脑的普及而出现的。今天很多顶级的公司，你说他们的有形资产是什么呢？无非就是一些桌椅板凳，一些电脑打印机而已。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是以数据形式记录在服务器里的。个人的资产也是这样，从前最值钱的是戒指、金条、珠宝、家用电器，但如今入室盗窃能偷的东西并不多，反而是把手机偷走，搞定了 SIM 卡之后，能偷到比进家里更多的东西。中国第一批活跃在互联网上的人，最早出生于60年代，今天呢已经60岁出头了。再过10到20年，这些人将逐渐的衰老去世。而中间的这几十年，数字化生活不断的拓展，于是本来需要处理却没能很好安置的数字遗产正在大批量的产生。这些资产到底该如何规划？最近一些年才刚刚开始有人考虑。在中华遗嘱库发布的2020年中华遗嘱库白皮书中，统计数据是这样的，有 10.7% 的80后在遗嘱中提到了支付宝、微信、QQ、游戏账号等虚拟资产，而90后的遗嘱中提及的这些比例更高，达到了 21.4%。 之所以这个比例不是那么高，是因为80后、90后还没有面临真正的衰老跟死亡，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数字化生活并不都是从他们出生就有的。中国人数字化资产的积累大都要从2000年之后算起。这方面比较早的做了系统性安排的是脸书，这并不是因为他们高瞻远瞩，而是因为一起官司。2012年的时候，德国一名15岁的少女被地铁碾压致死，但这并不是司机的责任，而是女孩自己主动钻进了轨道致死的。不但少女死亡，连地铁司机也因为自责而患上了严重的精神疾病。司机家属后来起诉了自杀少女的父母，要求赔偿。少女的父母呢，想弄明白女儿在卧轨之前到底想了什么，于是就去翻她的脸书。但女孩的脸书已经设为了不公开，于是她的父母就向脸书申请登录权限，结果被脸书拒绝了。接着她的父母把脸书告上了法庭。经过2年多的审理，在2015年柏林地区法院宣判，要求脸书给他父母提供登录的权限。随后脸书不服，上诉成功。这个案件最后打到了德国联邦最高法院，最终判决是按一审处理的，脸书需要向孩子的父母提交账号登录权限。此后呢，脸书就按照这个判罚设置了账号的继承功能，所有人在生前可以设置继承人，继承人在他死后也可以继续使用这个账号。2021年12月，苹果的 iOS 15.2 系统上线了一个新功能，叫数字遗产。它呢，在 Apple ID 然后密码与安全这个子目录中，在这里可以看到遗产联系人的选项。添加联系人之后， iPhone 会给联系人发信息，联系人收到信息会自动保存一份访问密钥，但联系人当前是没法使用的，需要给苹果提交原持有人的死亡证明才能获得访问权。能获取的信息包括照片、备忘录、联系人、日历、已下载的 APP， 但那些付费的内容是不能访问的。在我们常用的软件里， B 站跟微博也为去世的账号提供了一些服务。比如说 B 站是在2020年12月宣布，对于不幸离世的 B 站用户，在获得其直系亲属确认同意之后，将逝世者的账号列为纪念账号。这个时候 B 站会把它设置成保护状态，不能登录，也不能新发内容，更不能删除内容，任何状态都不能改变，处于再也不会变的状态。 B 站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纪念他们和我们曾经存在于同一个世界。微博在不久前也上线了逝者账号的功能，跟 B 站是类似的。但与此相反的是，有一些软件还特别指明了账号仅供本人使用，不得赠与、转借、转让、继承。比如大家常用的微信跟支付宝就是这样的。但这也不排除一些软件会根据几十年后的主流社会习俗做调整。其实数字遗产要怎么处理，最大的推动力量并不是对逝者的回忆以悼念，而是他们与经济利益绑定的那部分内容，比如一些人账号里保留的资金或者数字货币的密钥等等。但是今天各国都还没有出台详细的数字遗产继承法律，基本上都是大公司根据客户的需求，从特事特办到开发一个小功能，再发展到设立一个部门专门解决数字遗产的问题。等这些大公司摸透了规则，互相效仿了彼此的条款之后，中小公司也会模仿。
而等到大部分公司都有了成熟的解决方案，法律界才会综合提炼各家的条款，总结成成文的法律，规范之后的行为。世界上大部分法条都是这样形成的，也就是那些习惯是优先形成的，等待共识初步稳定了，法律条款才会参考共识的内容，把它们抽象成具体的条文。所以我们完全不必操心，那为什么今天还没有数字遗产相关的详细法律规定呢？那是因为它还没有形成习惯。以上都是当前的现状跟法律条款的完善规律。回到我们个人，数字遗产会对我们产生什么影响呢？我觉得首先是会影响我们对过世亲人怀念的这个具体动作。在过去，人去世多年之后就会被忘记，哪怕是亲人也只能回忆起片段场景。但数字化带来的变化会让一个人更完整地保存自己活着的时候的状态。贾行家老师曾经在文化参考里介绍过著名的认知学家侯世达的观点。他说啊，一个人生前保留了越多的信息，他死后就越能长久地与后人相伴。这个看上去很科幻的观点今天已经成为了现实。比如我曾经在去年的科技参考第304期与死去的未婚妻对话这篇文章中就介绍过，现在的 GPT-3 语言模型已经可以通过输入过往的发言与聊天记录，模拟出另外一个和逝者高度类似的聊天机器人。到那时候也可能会出现一些服务，比如对逝者留下的大量庞杂的数字资料进行分类整理。你只要想想自己上一次更换硬盘的时候需要整理的材料有多少，就知道这样的服务是不是有价值了。我们整理一次硬盘，那仅仅是几年的数据啊，而整理一生的资料，那个工作量可是非常大的。有人可能觉得不可思议，认为这样涉及到个人隐私的内容不太可能成为服务项目。但其实我们今天有很多自认为高度机密的数据压根儿就没有保存在本地，而是保存在云端，不也就这样一直存储着吗？到那个时候分类整理的工作也肯定不会是由人工完成的，否则没人支付得起那笔费用，到时候一定是由 AI 来完成这件事儿的。那么对一个逝者的数字遗产做整理有什么用呢？这可能是一件影响更加细微跟深远的事情。因为共识的建立需要传统，而传统是什么呢？大约就是遇到某些情况我们之前是怎么做的，哎，就是类似这样的10万条的习惯综合起来，那个就叫做传统了。而遇到了某些情况我们之前是怎么做的，这个是记忆中的事情，可能是听父母说的，也可能是听爷爷奶奶说的，但不大可能是听太爷爷太奶奶说的，因为那是太久远的事情了，有很多人甚至都写不出自己爷爷奶奶的名字，没有见过太爷爷太奶奶。换句话说，当一件事儿从你爷爷奶奶都不记得的年代就开始按照某种习惯去做的时候，那处理这件事儿的习惯就是传统的一部分了。细想起来，有些我们脑海中以为的传统实际上并没有出现多久，比如说喝热水或者每年的春运。正是因为群体记忆被打断过或者被改变过，才让我们对这些年代不怎么久远的传统产生了误解。而对逝者数据的整理会更加忠实地向后代传递家族的共同记忆。比如我就相信我自己这几年写的大量的内容，其中必然会有一部分成为100年后我家的共同记忆。而这样的事儿在我太爷爷身上并没有发生，虽然他也写过很多东西，因为他写的东西都没有留下来，而当下我写的都沉淀成了我的数字资产留了下来。再进一步说，未来那些研究近代史的人参考的素材也很可能拓展到把权限开放给了他们的逝者的数据。那样的话，2200年的历史学家考证180年前人们的真实生活是什么样，也不像我们考证鸦片战争前清朝人的生活时材料那么少了。